同一個發展商啦，哇！真係睇樓全家開心啦，我哋嚟到 See the White Homes， 一齊入去睇下啦！快啲啦，走慢到啦！嚇、啊！一入到嚟就已經聽到佢哋講話剩翻三間。解釋緊就係話，如果你揀咗嗰個 lot 咧，其實最大嘅屋苑咧可以起到咧係3500尺嘅屋苑，係啦，而個價錢咧就係50多萬起喎。OK， 上睇啦。個簡約風我自己好中意，啲色係好中意。好 open 喎、哦！你睇下，你睇下呢一個台面。嗰個兩個冇過，爭好遠。室內設計咧都比較中意咧喺個廳嗰度咧做一個電子嘅壁爐，就同傳統咧做一個 gas fireplace 唔同。呢度下底有間房，係嘛？做咗沖涼房，先。睇下啲下底一間房，呢度 main floor 嚟嘅。嗱，依間摩托屋咧又用咗玻璃。剛才當然是大很多啦，看了主人房先、犯錯了，主人房不是這邊，看了洗衣房，哇，這個小朋友房好可愛啊，兩間房雖然小小地，但都有走入式的衣櫃。這個呢還有個高樓底添啊。好啦，行返呢邊先係主人房。翻到個 lot 係咁麻煩，90萬以上喎，係啦，九十頭，冇眼跟住。呢個咧個浴室有啲特別，就係因為咧嗰個衣帽間咧係喺入邊嘅。